月老，月老，有酒飲。哎呀，白馬運我唔得閒陪你啊，你去揾太白咁星啦。喂，呢壺正宗花果山水簾洞良液釀製嘅一等一好酒嚟啦。就算佢超級一等一，我都冇辦法陪你飲啊！哎呀，我大把功夫未趕你啊！整咩啫你？你改行射揮槍嗱，你做月老啫，你寫咁多字把鬼咩？唉，呢份係天蓬元帥嘅姻緣往事嚟㗎。天蓬元帥，乜水嚟㗎？未聽過嘅，官職好低嘅啫，嗬。唉，天蓬元帥咧，本來係掌管天河十萬天兵嘅。后来又动情思凡，思恋嫦娥，触犯天条，俾玉帝啊贬落凡间，要历尽千世情劫。哇，系千世啊，咁有排挨。咁咪系咯，天蓬元帅被贬落凡间之后，而家先挨到第325世。哎呀，玉帝下令每一世。不如我同佢安排一段孽缘，真系搞尽龙阵，手杀夫长啊！真系咁难咩？点难法啊？睇过第一百世，80岁得道高僧佛门主持，中意咗个16岁阿环，甘愿还俗，最后俾人乱棍打死，帮唔帮某啲啊，老鬼？好，继续。第250世，刽子手响法场中意咗个死囚，宁愿自刎都要救心上人，最后痛归于尽，黐线噶你！哎，好啊，几年噶喎？第326世，中意咗个唔系，第326世做咗乞丐，我中意呢个。中意咗富家千金，然后呢？小姐，我等得你好苦。李乞衣想点啊？走啊！小姐，小姐，自从我见你一面之后，我对你朝思暮想，幻你梦萦。我将我忠贞写咗封书后，求小姐你一望。小姐，咩事你睇嘅？我读俾你听啊！唐情自古恐遇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唉，咁样一扑就一世啦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御前大将军金鸿。私通藩邦公主，暗定冤盟，实为国法所不容，今即解除兵权，勒令抄家，任此。臣妾之罪犯滔天，大逆不道，臣愧对天子，更无面目见黎民百姓。天啊，多情自古空遇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咁样一跳又一世啦。大嫂，大嫂系我累咗你，系我累咗你。大嫂，大嫂，二嫂我唔想死。自古空遇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我唔要再历情劫，我唔要再历情劫啊！大胆天蓬，炎黄殿上，点到你喺度叫嚣捣乱，押佢下跪。唔系啊，炎黄，我真系唔想再历情劫啦，我好辛苦噶，我每一世我都肝肠寸断。啊，不如咁啦吓。你当大法慈悲，你网开一面放过我啦，好唔好？哼！阎王要你三更死，不得留人。
堪言能共鸣。大小去不正经，无情尽喝也尽兴，让这干杯的笑声在地海中响遍风骚我独领。启禀王母娘，小臣已经查悉，喧闹之声来自御马监，白马温与众仙饮酒吃喝玩乐，通宵达旦。白马温都算大胆，居然联仙结党，斗众狂欢，扰乱天庭清净，是天规与无物。据令神，即刻传哀家旨意，带同天兵天将，擒拿白马温治罪。臣遵旨。李幼稚，成何体统？王母有命，总先接旨。白马温，你还不接旨？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， 就唔会错过 TVB 精彩节目嘅片段噶啦。